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工。看看这些狗们啊，都跑出来了，现在胆子都大起来了。哦，有一只公狗，应该是爸爸啊，爸爸过去了。哎呦，爸爸过去了也没用啊，你又不能喂奶，不知道妈妈跑哪去了。哎呦，这个狗爸爸胆子真小啊，都不知道保护他家的孩子，我一跑来就跑了了。我来赶，把那个狗都赶进去。啾啾啾啾啾，不知道是不是饿了啊，都往外跑了。是不是想找点食物吃啊？饿得发慌了，都不愿意在窝里边待着了。看看这几个狗啊，一个劲的往外窜，怎么推都推不下去，推下去又爬上来了，推下去又爬上来了。估计是想跟我亲热一下啊。这小狗长得真快啊，前来都是走路都跌跌撞撞的，现在都能爬上这个坡子了。不让他们爬了，我来跳进去吧。看看这是饿了呀，你一个劲的舔我手。我来给他们弄点奶吃吧。走之前帮这个给他封上，别让他们再爬了。好了，冲的牛奶啊，和的比较稠。哎呀，这下这营养丰富啊，小狗都马上都上来了。你看这只黑狗好笨啊，我这个撒落在土上的它去喝去了，它这个碗里面的它不去喝，光在那舔地上的奶呢。好了，这些狗都过来了，你看这个笨的呀，我给它拿过去。哎呦，笨的我都受不了它了。感觉真是饿了啊，几个狗又开始又吃起来了啊。这几个狗里边一看就知道哪个最好了，应该是这个画的。你看它的头啊，比这旁边两个头还要大。你看这个身子啊，虎背熊腰的啊，身子非常的宽。看看后面那一只啊，傻乎乎的还不敢过来呢。这马上这其他的狗要把奶都喝尽了啊，它还在那探头探脑的呢。这就是饿死胆小的，撑死胆大的啊。来看看这是花狗，哎呦，这花狗虎背熊腰的啊，好粗啊！你看看这个背有多粗，其他的狗好细条啊。这个花狗身体非常的壮啊，如果是要领养的话，就养这个花狗是非常好的，应该以后长起来比其他三只狗要大得多。好了，天都黑了，我马上要回去了，帮这个门给他们堵上，免得他们跑出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